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田今天我们来吃超有食欲的烤肠，这是我自己煎的，这辣椒面也是我自己撒的。这个是黑胡椒味道的，好好吃。有油。很有味儿，肉香非常的浓郁。这个还有汁儿呢，还筋呢，猪肉一丝一丝的。中五块钱在外面自己做的话九毛钱。很鲜甜的感觉。